反而好多人想要你这种短手泰迪。我家狗狗吧，虽然手很短，但是吧，它的智商也不太行。没牙棒，手太短够不到，给它拿着，手又不知道放在哪。他们都笑话你呢，踢他们。后来为了长点脸，我又给他买了好多磨牙棒，有鸡肉的，有鸭肉的，大狗吃长的，小狗吃短的，给三儿吃一个长的锻炼一下。这个是猪皮磨牙棒，软硬适中，外面缠的是肉，里面是实心的猪皮，不要买空心的，不经啃。就这样，在每天一根猪皮棒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可以用小短手熟练的把控了。太抠，看吃的多卖力气，不仅能磨牙结齿，还能锻炼身体。上班前给宝贝一根，让他开心的消磨时间。给姨姨们看看我们经常啃磨牙棒的小牙，干干净净。哦。